这小巷子有点压抑。酒店。这一天，我等了300多年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是幻觉，不是梦。太岁选择了你。你永远不能离开这里。王爷大人，您的大限快要到了。天选之人，通天之人，你二人之中必有一死。高颖已经不再是高颖了。天儿，你可记得你为何而活？3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。